系十万位香港市民嘅名字啦，我哋咧将佢列印出嚟，成为咗一个十万人嘅联署，直接交俾张局长。我哋希望嘅就系今日系一个改变嘅开始，要求局方去检讨呢个嘅残疾人士嘅院舍条例。其次亦都系好多人关注康桥之家事件衍生嘅问题，以至到可能残疾人士上庭啊，一啲法律嘅改革等等。我哋希望局长聆听到声音，同埋呢一笪联署好重要。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局長會唔會道歉啊？